28日，吴磊微博转发一则他和迪丽热巴拍摄新戏的路透，并写道：“哇，好暖，磕了这对 CP。”随后删除。吴磊磕了这对 CP 话题引发热议，对此，吴磊工作室发文回应，表示工作室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，该条微博是别有用心之人进行恶意操作，望停止侵犯他人隐私的恶意侵权行为。